海边听我说啊，我这边呢周末可以给大家上一些小课，主要就是帮你们扣扣个人剧目什么的啊，跟学校没关系哈，都是自愿的。你上不？我自己多练就行。小课扣剧目的话，我感觉没啥必要，而且还贵。就是，我也不上，感觉没啥用啊。哎，您直接转给我就行。老师，我又扒了一个古典舞。你把一个剧目练精就行了。那个古典舞对技术技巧的要求都比较高。哎，你又不上小课，这提升肯定慢呐。自己对着那个视频，对着镜子练吧。傣族舞真的太适合你了，长胳膊长腿的。你说为啥你就这么优秀？哎，皮肤又好，头发又黑又多，还蓬松，不像我。因为我一直在用海飞丝控油滤瓶啊，有了它经常练舞也不怕油。它里面有个定向吸油科技，添加了法国甄选海藻，洗完简单一吹就很蓬松。这还是巴黎奥运健儿同款洗发水呢，海飞丝控油滤瓶不怕它，真的顶。你可以拿去试试，说不定能提高印象分呢。谢谢了，你人真好。哎，怎么感觉我没上小课，这两天老师对我态度怪怪的？艺考老师啊都那样，天天板着个脸。我也没上，那可能是我想多了。58号丁正美子，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。听一下，你剧目选的傣族？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学校今年校考不再接受傣族舞的剧目了。你们到时候如果要报那个学院的话，千万别跳傣族，他们学院有规定的。那老师，我跳维族行吗？维族可以的。这个消息我一般只给上过早课的学生说。那老师，我跳个藏族吧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咱们现在这个时间也有限，不能耽误其他的考生。小李也可以叫下一位了。晚风吹来了风向，从没见过他跳。走吧走吧，你这都是今天第八个了。傣族舞真的太适合你了，你看胳膊长，你把